干大想走，坐一个，走。 这种人是啥会被干掉的？我不是江湖上的人。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信不信？ 兵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你。我为你做了5年了，这只手成功了。你咋就把自己弄成个这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兵哥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咱论文是你的了，你认为吧。 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儿？对你无情。那你敢说收容啊？